就有一次我整个傻眼了，我那一次我当下我真的以为我要失去我女儿了。怎么说？因为有一次我们就在饭店里面，然后呢小朋友会在饭店里面玩嘛，那爸爸妈妈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聊天，小朋友在跑来跑去，那妈妈就一边就是看电视，然后小朋友来就喂他吃个水果，然后就喂他吃了一颗葡萄。嗯，然后呢他吃下去又跑一跑跑一跑，他突然间跑到我的面前看着我，然后就卡住了，然后我就傻眼，我想说该怎么办，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很聪明，应该可以想得出方法，所以呢我就用我的手指头，我想说舌头嘛，对不对？你要把舌头往下压，下压吹吐嘛，然后可以赶快有这个动作可以吐出来，然后我就舌头一压下去，我就感觉到嘿它出来了，然后葡萄就出来到我的手指就顶下去了。所以我整个就我一看感觉到顶下去，我傻眼，然后我就看我女儿那个脸已经是整个紫色哦，然后嘴唇整个都黑掉了，然后我就站在那地方，然后我就看我都不知道，然后她妈妈也傻眼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我真的就整个人呈现这样状态，然后妈妈就突然间讲了一句话，赶快把他抱起来，然后我就突然间头脑就又出现了那个转到他后面就是摔脚手那个招数嘛，就这样就往后摔的，没有我就这样子看着我女儿，然后就一瞬间那速度很快这样子，